哦，可以直接放音乐了。
诉大家，因为音频出了问题，然后它降了半个调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早上好好的，主要不好意思，就影响到大家的状态。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耀星 Advice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耀星的全部演出曲目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，谢谢喽。我们不可能，因为等到天王神话里面出暂停。